中立青年战斗营的实弹射击训练是用的57式步枪。他们昨天下午在金门的璧山和新塘两个靶场同时进行。首先，学员们听取了教官介绍有关57式步枪的性能和射击的基本要领。接着，学员们分成15个组，在副教们的协助之下，开始射击练习。另外，青年战斗营的学员们也隆重地恭祭了金门太武公墓忠烈祠，由领队黄庆和主祭。他首先在革命先烈和阵亡将士陵前行上香献花礼，然后领导全体学员行三鞠躬礼。恭祭之后，全体学员并且以区队为单位举行登山活动。